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。其实就是认真起来啊，差别在哪里？我告诉大家，第一，你会发现我一刀不会漏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我观察频率会很频，观察地图的这个频率会很频繁。第三，我一点都不浪。知道吧？其实这几点加在一块，如果我全心全意的在做这些事情，你会发现我再加上我的操作和游戏的理解和意识，这就是莽夫，这就是王者水平，明白吧？哎，我只要死一次，2000元现金红包，只要死一次，但不可能死，你放心好了，我认真起来是很恐怖的。Round one, ready go， 心里有数的。吃不了。捞的一逼，这里他把眼排了，我知道的，我知道他也来了，你知道吧？我知道他也来了。这种捞的一针对我，我把他杀一次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再回到开始的节奏。一次不可能再一次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他们很快这场游戏就结束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就会导致我就没有得秀了，就会很烦。打我笨蛋。その日、人類は思い出した。奴らに支配されていた恐怖、鳥かごの中に囚われていた屈辱を。我靠，不能再死了，不能再死了。你们打。压死啊你！耶，搞不清楚我的伤害恐怕是你跟你在干什么？你隐身。没用，洗个澡再走，舒服。感谢 ACCGR 的飞机，谢谢。你不知道我死前巨鳄伤害263面板攻击。哇，吃个东西吃死了。我有闪现，有 W。打野是剑圣，装不死我。我这盘很舒服，定点还就那个空中一个雷摔的耶，这种操作嘛不难，一个雷走小一位，你敢追我就一个土雷，来阿尔法突袭我就定好，哦吼！炸炸！哇！这个跟着犀利啊，这一手我真没想到他居然能把我杀了。剑圣在这边看到了没有，所以我的定点爆破不能放。不行不行，我得离他远一点。这东西好，你冲塔杀我，没想到哇，我在勾引他，我就是让他冲我塔的。不行不行，这个剑圣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我以为他装备不怎么样，我在勾引他，把他勾引到塔下，然后我想跟他说复仇成功。这把剑圣装备这么好，我必须出前程，我大意了，我这波是他大意了。我勾引他了，你打不过我，哎呦，不行，我得来。来，葫芦娃救爷爷，我呼。三个男一个被反杀，你会不会玩？哟，还敢打我，还敢打我，打，没事，打得不错，打。
对打打没事，炸没事，丁歇，红怒再歇，异技能就血池再反手怎么样？再歇，哎，你以为菲拉基米尔开玩笑？恶心的一，有血红之词是不会被杀的啊！稳的一，看上去很血量很少，很危险，但是你知道后手很多，血红之词，中牙洒漏，血红之词闪现，血红之词麻瓜，吸炸点，吸炸点，吸炸，大招就你们都得死。丁，不是跟你开玩笑的。吸推炸，滚！血红之傻傻傻傻傻傻傻漏，